人们，由于我的熊不停地挖洞，不停地挖洞，越挖越深，越挖越来劲，最后伴随着沙子塌了，他也成功地把自己埋了起来。然后就是我怎么掏他刚挖洞的地方，都找不到他本熊。掏了很久之后，终于发现了他，可他老人家居然还在不停地往里挖，谁喊都不好使，就是挖。于是乎我生气了，找到了他的克星铁锹军，按照他挖洞的路线，他挖我也挖，担心铁锹军一铲子送他回了蜀星。我开始了我的老本行，他挖沙我挖他，最后我还请了个帮手。他一直在那挖挖挖，拦不住他。整个沙堆都快被挖了个遍，就是不见他老人家。最后终于挖到他了。妈的，他怎么跑那边去了？他居然从这边挖到了那边。妈的，是挖的是深啊！生气了。我要罚他3天不许出来玩，谁劝都没用。